needed. Agent incapacitated. Ubisoft 咧基本上每日都系改版嘅。Division 2咧出咗三个月之后咧，已经改咗无数次版噶啦。Title Update 4之后咧，即系而家啦，散弹枪 PVP 嘅增伤咧就调整去到 1.65。冇几耐之后又 TU5 啦，暂时咧都冇话要改入散弹枪嘅。但系特击步枪咧，短期内都唔可以成为主枪啦。之后亦都可能系电工嘅世界啦，暗区嚟讲。咁我哋可以试一下双管散弹嘅伤害啦。打身咧就会有33,000一粒子弹，乘八咧就大概26,000左右。打头咧就会有48,000一粒，即大概38,000伤害啦。但实战中咧系好难打得中头嘅。呢套装咧就系高输出啦，有一定装甲值同埋高 CD 嘅。双管散弹配预料之中，开 buff 之后咧最多就系有 35% 武器加成。咁可以睇到啦，面板嘅所有伤害就由 27% 就会加到去 62%， 长短双管嘅顶伤啦，同埋武器控制力咧都系一样。加准确度咧个晋升就会变细，加稳定咧就可以减少个后坐力。用短双管咧就可以腾空翻主副武器出嚟用。咁配装嘅前提咧就先拣好用咩背心天赋，用牢不可破啊，定系用吸血生物？咁要睇翻咧你个人嘅打法而定嘅。狂战士咧就风险最高，因为佢喺压入嘅同时咧，好容易俾人一枪打跌啦。咁我呢套咧就用咗吸血生物配高 CD， 咁甲咧就比平时400,000标准嘅甲咧就少咗啲，得37,000啫。咁会尽量喺面具啦、背包同埋枪套位加高 CD 落去嘅。面具用手位咧就会多一个效能插件位。咁毒色道具系统嘅背包咧就有攻击插件位，我就收集咗 10.5 武器伤害落去嘅。守卫背心咧就校准咗之前买落嘅 30% 装甲值制品。咁背心咧其实最好就系两蓝一红，咁就系有武器伤害啦、装甲，再洗埋个装甲值落去，咁样全身嘅装甲咧就好容易可以到40,000啦。亦都会有人用咧霸主背心再加手套呢个配搭，嚟攞多 7.5% 装甲值嘅。但系咧手套就唔可以用阿尔卑斯山嘅攀爬手套啦，因为全只 game 嚟讲咧，净系得呢只手套咧会有攻击插件位。咁攀爬手套嘅原生被动天赋咧，净系会出电用同埋破坏之王，咁就需要咧打到一只手套啦，本身就要系散弹枪伤害，又要系被动天赋。再将佢洗做 15% 嘅爆头伤害或者 5% 嘅武器伤。守卫枪筒啊，守卫不嬲嚟讲咧都系最多插件位嘅装嚟嘅。咁100分里面咧，我就最多洗咗 23% CD 落去。咁两个攻击插件位咧就加翻散弹枪伤害。插件之中里面咧，如果有装甲伤害咧，因为佢系计乘法嘅，所以实际嘅输出咧就会比武器伤害高好多。守卫护膝啦，如果有总装甲值 11.5% 咧，就会比浸加装甲更加好嘅。咁两个防御插件位咧就加装甲 percent。天赋我就洗咗做隐藏身影。咁如果 CD 唔够嘅话咧，都可以洗做涌动嘅。强心蜂窝啦，即加速波，手动揿爆咧就26秒。挡子弹嘅守卫无人机咧就10秒。咁睇翻个面板啦。所有武器伤害，即系散弹枪嘅伤害咧，就会有 75%， 装甲伤害就 5%。如果开咗预料之中咧，咁武器增伤咧，其实可以去到 115% 嘅。咁个烂缺时间咧，即系 CD 啦，就会有 63%。无人机咧加咗 CD 插件咧，其实已经可以去到 90% 嘅 CD 时间，咁会做到10秒嘅效果。